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也感谢县长哈，对于我们在线的用心，谢谢夫人的到来，谢谢。现在县长哈要跟着我们的贵宾，那跟着村长的这个脚步，我们要去赏夜莺哈。那当然，现在我们就当然刚刚好7:20，也就在我们县长的欢迎大家到来之下，我们正式展开第二梯次的品茗、品茶香。自在遨游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，有着春音的浪漫，有着大自然的祝福。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够有一个丰富的美好的梦乡，能够来迎接大家住落在我们的美丽的大理山城。谢谢你们的到来，我也代表这满山满谷的山樱花，女人的美。当然以前说女为悦己者容，但是现在的新世代女性常常说，那我也希望自己看得开心啊。花也是为了悦己者容，花的绽放要有您的欣赏，我们才能够开得更加的艳丽。在赏花的当下，我想也感恩在这天地万物之间，谢谢他们让我们拥有此刻这般的美好，让大家一起走入我们大理山城春音夜的梦境里面。太好喝了，太好喝了。因为我们有那个展演，所以就用茶碗泡，就是用茶碗泡。泡泡泡泡。是用壶泡。哎，壶泡啊，爱壶，爱碗壶。
茶好像是愈泡愈苦。看你泡的量多少，因为第一泡的时候是它是球形。